这是我的早餐，一个水煮土鸡蛋，然后这有点像白稀饭一样。是有防晒餐啊。嗯。2个小时你没吃饭。他们也没吃。吃饭。看到我看什么？有防晒。不吃黄鳝了，是龙虾、小龙虾。我是放了生抽进去嘛，才变成那样子。最大的错误放生抽，我忘了，应该找柚子。那张这个是焖黄鳝，焖黄鳝。我吃一节，你们要不要吃？不要。我吃一个肥肥的。换你吃。好吃啊，好吃的哦。还要放了，不要放了。不过，反正都没有。那很多。很多啊。那拿不出来了，姐姐拿你筷子来一下。很多辣死你，很多你看。很多辣死。又那么多一点。来，好了没？够不够多？再多来。哎呦，太辣了。哎，筷子全都是油。哪里是我的手是湿的？你要。你们要抓多少回松江吃啊？好多，就只有那么多。这是你今天早上的龙虾。我今天早上网过来的。那我们怎么进去买？我觉得你这个红的跟这个黄的不应该拿来的。拿来。不拿来吃，放在那里做种。怎么？是不是？那你还拿来？红的、黄的都留着。你看这里面有4个颜色了，黄的、橙色的。怎么这样？那个是红鲫鱼，小心别动。那条是橙色的，那条是黄的。咬出来呀、啊，美女们！为什么进不去？没有进来。拿那个网咬吗？怎么抓过来这么快？不用咬，你快点抓。我抓到。不要那个小的，不要那个小的。小的也拿，你喜欢吃就拿。不是那个小的，拿过去已经死光了。没事、啊。然后你那个小的又少，又够不了餐的，够不了一餐的。有个是黄的，大的好吃些嘛，把它大拿过去。这个是第一次拿黄狼的。黄狼的，不要那个小小的，没有几口。走吧。不多小的，拿大的。你怎么抓呀？这么多鱼。我来抓。我来抓嘛，你们两个又不干，不你们两个都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是我来抓，你们不。我抓不到，那么快的鱼。能带过呗，那么能带呀？好了，抓不着。哎，为什么？都跑我脸上去了。哦，抓到一只小泥鳅。老王来，等一下你们要回家了，姐姐还要去看牙齿，她的牙齿长歪了。长歪了。快拿来，等一下要回家，等一下又抓不到了。抓到了。拿来，我抓到两条。你不听话，你是小孩子。抓到两条，为什么我只有去抓到？我必须抓到一条大鱼的。你看你叔叔一篓子那么多。啊，我也要进去抓。今天你们可以打汤喝了啊，到县里面打汤喝。两个小子女也挺喜欢喝这个鱼汤的，所以三哥又去网了一笼，结果运气真的很好，这一笼全部是这种鲫鱼哦，是鲫鱼哦，全是鲫鱼，这些鲫鱼也长不了很大，你这个臭屁股，但是拿去煲汤还是挺好的。旭梦，啊，那你们来老家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们带回去哦，就是一些鱼，
鸡蛋、鸭蛋、鹅蛋。哦。昨天那个大大鹅蛋已经给你带走了。哇，他就在那个。金黄色的鸡。你看我的，你看我的。对呀，你看我的。哇，你不知道准备大什么姐姐？我做大的呀。小的不要。哇，西蒙厉害！西蒙咬，西蒙用那个条咬到了好几条。你厉害哟！我也不会捞，去那个鱼多的地方去捞。你一捞就得几条啊？直接倒进桶里面去嘛。快点，快点啦！水也带进去没关系的。喂，我痛！哇，好痛！哎，那条不要，你不拿，这条不能拿的。为什么？哎，差点不行，要拿去放了。那是青鱼。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不错啊，你我的妈呀！阿七，不错，我抓到一条大的。哇，抓到一个球。好不好玩啊？哇，好久没抓到小的啦！啊，这是红鱼。红鱼不要，你太厉害了，红鱼不好吃，放回去。到时候我们要放鱼塘里面去。厉害吧？太厉害了，姐姐。吃红鱼你会忘记所有的一切，对，记忆力会减少。因为红鱼老人家说吃了会丧失记忆，你就会变成失忆，就记不得你所有的事情，你连你自己叫什么都忘记。所以不能吃红鱼，哎，我这是一个传说。泥鳅，哎呀，那么的泥鳅。姐姐，好了，衣服搞湿，你要不要被它？不要，衣服搞湿了。放回去，那红的不要。不要，等一下感冒啊！感冒要打屁股针哦，很痛的那种哦。是不是？打针啊？怕不怕？不会啊。好了，不搞了，等一下要打针了。感冒了要打针。我操！可爱的鱼。那个是那个叔叔家的，他放在这里养的。吃一口。我们养。他没有熟，吃个屁啊！我这个怎么吃了？谁知道你呀、啊？再给你们两个猜一个事。啊？什么事？到底这个肚子里面是弟弟还是妹妹？我不是。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两个是。两个。弟弟。两个弟弟，你呢？几个？三个。我的天哪，三个弟弟还是三个妹妹？两胞胎。两胞胎啊？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的。你知道？那你觉得是弟弟还是妹妹呢？妹妹。姐姐说弟弟，你说妹妹。两个。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？不要把他。没说什么，说你肯定是你这么猜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啊？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听我的话。哎，下雨耶。哪里？难道是鸟窝拾到我头上来？对呀、啊。真的下雨，你看。不是下雨了，那我怎么没感觉下雨啊？我也是，等一下就感觉到了。你偷偷呢？这样都能偷呀？你来的太对了。你啊，姐姐，那个很帅的。要不要把他们家红小鸡蛋过来啊，金枪呀。大嫂他们今天要回去了，到县里面去，因为小侄女要读书嘛，两个所以就来一个晚上就走了，带一些鸭蛋鹅蛋鹅蛋，现在只有这些东西了，就让他们带一点这些东西到县里面去。